在第五页啊，他呢有一等轴双曲线啊，他说呢他的中心哦是一负一啊，中心是一负一啊，那有一个渐进线啊L 一啊，这渐进线是 x 加上3 y 加2啊，等于零。又此双曲线哦、啊、通过零二点，所以零负二哈属于伽马。则方程式为3 x 平方加 v s y 加 c y 平方加 d x 加 e y 加 f 等于零。那他要你求呢 ？B、C、D 要等于多少？好，首先呢、啊、哈，我们看看呢，它的终点在这里嘛。所以的话哈啊，这个其中有个渐进线是这个，而且他说等轴哦。那等轴的话，所以我知道说哈，这个双曲线我一定可以写成 x 加上3 y 加2啊乘以另外一个渐进线啊，啊等于 k 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说等，然后首先哈、哦，他这个系数哈、哦、，x 平方的系数是3嘛，所以这里的 x 哈、哦、一定是3 x， 因为这样乘出来才会有3 x 平方啊。啊，第二个的话哈、哦，我叫做叫做 k， 叫做 c 还是那个，这里的话我也是用 b 跟 c 啊，不过这里 b c 跟 b 不一样嘛，这 b plus 好了 ，b plus y 啊加 c plus 好了。好，但是呢，因为他说哦，这两条线是等轴，这个是等轴双曲线嘛，所以它两条渐进线互相垂直。那既然互相垂直的话，这条渐进线的法线是一三嘛，倒的呢，这一条渐进性的法线是三 b， 这应该等于零的 b plus， 那我 b plus 我就可以算出来，对吧？好，所以是。3加 3b plus 呢等于多少？好、哦， 3加 3b plus 等于多少？ 3加 3b plus 等于0啊，也就是说呢 b plus 应该等于负一。对了 ，b plus 应该等于负一啊。好 ，b plus 等于负一的话呢，那就做出来了。再来什么呢？再来他还说什么？还说这个，要此双曲线通过零负二嘛。那通过零负二的话哈，那我可以怎么样哈，把它给带进去。对了，还有呢，这个渐进线的话，通过呢中心点呐、啊。好，等轴双曲线哈，它的两条渐进线呢，通过什么呢？通过中心点，也就是说哈。这个的话呢，通过这个了，所以你把它带进去就可以把 c prime 找出来。这个 l 2等于多少 ？l 2哈，现在等于多少？ 3 x 哈减 y 嘛加 c prime 等于零。那我把一负一那一点带进来，就3减掉呢负一啊，加 c prime 等于零。3加1等于4嘛，所以 c prime 等于多少 ？c prime 等于负4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的话呢，这个双曲线哦，就可以改写成 x 加3 y 加2嘛，啊乘以3 x 减 y， 啊 c 方是负4嘛，啊等于 k。然后呢，你再把什么哈、哦，这一点哦是属于这个双曲线的嘛，你把零负二带进去，零负二带进去，这个是零的负二嘛，所以负二负六，这负4啊。负六加二负四嘛，啊乘以多少呢？零负二，这二减四嘛，这等于 k 啊，所以 k 等于多少 ？k 等于负四，啊乘以负二嘛，就八啦 ，k 就等于八，兄弟，那这个呢，双曲线就找出来了。啊找出来，因为它要你展开嘛，那你展开的话，那你知道展开了，展开就是 x 加3 y 加2嘛。我们用那直式的相乘，这是 3x 嘛哈，减掉多少呢 ？y 减4啊，对吧？好，那是 3s 平方，它加上多少 ？9sy 嘛，对吧？它再来是加上呢 6x 嘛，它是负 sy 嘛，对吧？哦，负 sy 嘛，
负 sy， 啊减掉多少呢？减掉三 y 平方嘛，对不对？啊再减二 y， 减二 y 嘛，啊再来这个，这是四负四 x， 负四 x 嘛，啊这是负十二 y 嘛，负十二 y 啊，对吧？啊减八嘛，所以把它加起来啊，这是三 x 平方嘛。加 8sy 嘛，加 6x 嘛，啊减掉 3y 平方， 3y 平方啊，哦不过没有排得很整齐哦，减掉 14y， 对吧？然后呢再减 8， 啊减8的话，啊8再移过去就减16了，等于零。好，所以 a 等于多少？哦是 b 啦啊 b， 所以 b c d e f 等于多少？B 是这个，他们要写二了，所以 B 是八。B 啊，再来啊，再来那个 C 是负三了。C 啊，再来 D 是六，再是E 是负十四 ，F 负十六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